我也来插个小广告啊，最近我们上架了新款的保护壳布丁王子，这是我们跑遍整个市场能找到的手感最棒的硅胶壳。全新的涂层工艺在减少表面沾染灰尘风险的同时，也给布丁王子带来了触感温和细腻如布丁般的绝佳手感。当你的手指每次掠过它的表面，都如同抚摸着愈后女友光滑的肌肤一般。考虑到新品上市包邮仅需19.9元，第二件仅需13.9元，相信我，手机壳不赚钱，交个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昕。生活中有什么可以提升幸福感的小东西呢？我想有很多，比如说你现在不买但总有天会买的无线蓝牙耳机 AirPods， 省力但可能不那么省时的电动牙刷，手感杀手但也可能是室友杀手的机械键盘，隔绝聒噪女友噪音的降噪耳机。这些东西可能买之前你不觉得有什么，但当你买了之后可能就再也离不开了。当然这些东西也都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贵，但好像除了贵也基本上没啥槽点。而今天这款产品大概也属于这一类范畴，它就是明基的 Screenbar Plus 屏幕智能挂灯。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一点，你为什么需要一台屏幕挂灯。圣经里神说要有光，光对于身处黑夜的人起到的作用，在19世纪是安全感，在20世纪是生产力，在21世纪是创造力。文字工作者在夜晚总会有文思泉涌的时候，而夜晚通常是能够保持专注的时刻，没有了白天的喧嚣，安静的夜晚总能写出点什么东西。一盏桌面灯，一台电脑，都应该配备一个屏幕挂灯。在使用中我发现 Screenbar Plus 还是一个不错的补光灯，室内拍摄灯光要满足两个基本